理财分半钟，财路自然通。理财分半钟，林修荣。好多华人父母喜欢将仔女加上物业产权上边，用长命契作为共同拥有，即是 joint tenancy， 以为咁样将来百年归老之后就更加方便仔女继承产业。其实只要你设立生前信托，由父母以生前信托的信托人 trustee 身份拥有物业，将来仔女继承是非常方便。将仔女的名预先加入了产权，在税务上是大有坏处的。当仔女承继遗产的时候，产业的成本不再是父母以前买回来的时候的成本，而是提升到死者过身当时的市场价值，将来卖出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减低甚至免除任何的资金增值。尤其是假如物业已经拥有多年，本身的成本很低，这个成本提升 cost basis step up 是省税的最佳途径。假如父母在生的时候已经将子女的名字加入产权，仔女拥有那个部分的成本就是以前买入时候的成本，即是父母将自己过去的成本亦都一起送了给仔女，将来卖出去的时候可能就要给一大笔资金增值税。尤其是假如仔女不住在那个物业，所有的增值都要成为比税的收入。因此请父母考虑清楚才决定是否在生的时候就将产权转移仔女。我是林修荣，下次再理财分半钟见面吧。